非常喜欢这个饮料行业的。前中国首富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的独女宗馥莉，今年七月推出了定制化果蔬汁品牌 Kelly One。34岁的宗馥莉推出的 Kelly One 玩法很酷炫，一种是预调好的30款不同果蔬汁，另一种则是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不同蔬果来定制个人专属的味道。不过很快有吐槽说，定制果蔬汁不能自由调整比例，预调的会弹出原料无库存等糟糕体验。另外，相对街边的果汁店， Kelly One 的价格不菲，目前在上海地区通过微信销售，每天限量300瓶，定价在28、38、48元，再加上冷链运输的10多元费用，这一杯果汁也太贵了吧。我觉得做自己快乐的事情，我觉得这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